觉得看到大谷四祥品的感觉是什么？如果只看脸的话，是觉得真的很相似个性，因为他很会演，他连细小的那个脸部表情都是一模一样。最不一样的就是他身材，对，他真的是有一点发福了。哦，远看更像哎，好胖哦，好胖。你知道我刚刚在前面看你们两个很像在干嘛吗？在我们干嘛？在结婚登记。NC 小姐，竟然有 NC 耶！你是 NC 哈斗哎！你男热噔噔噔噔噔噔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老秦，我到桃园棒球场了。这两天呢，都是有 Coso 趴，也是我们年度大趴之一，都有非常多的好看的节目跟场外非常精彩的活动。那女孩们呢，也会带来特别的开场舞，而且是扮演各种蔬果，非常的健康，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。那我觉得今天最特别的就是邀请的特别人，那就是大谷四祥品。待会来问一下兰兰，听说兰兰已经跟他见到面，我来问一下到底像不像。身为大谷的新娘，你觉得看到大谷四祥品的感觉是什么？如果只看脸的话，是觉得有恋爱的感觉，但是往下看，怎么是往下？为什么是往下看？你已经见到他了，我已经见完他，我已经跟他拍照了，我跟你讲，好，很厉害。他的身高像吗？而且我还看到山本由升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但我觉得山本由升好像近距离看比较像啊。你看，比较像是发福的大谷。他发福了，他以前没有就是这么肉，所以就只看脸的话会觉得 是有恋爱的感觉。然后隔壁的山本由升，我觉得超像的，他学他的投球动作，然后他还做这个紫砂球，可以耶，超像，我觉得山本由升超像。哇塞，你已经先去跟他们见面了，我已经见完面了，而且这个大谷翔平他的个性呢，就是一模一样，就是、在真的假的？球场上他就是那个个性，拍照的时候。他就拍照的时候就腼腆，然后他也不讲话，他就，你是替乐天女孩见证，就是看到大谷本人，再看到大谷四祥品。没有，他们有见过啊，你刚刚有见过啊，你有见过是不是？那卢笋小姐你好，我们今天是蔬果姐姐们，就是芦笋姐姐，啊，你是什么？我是花椰菜姐姐，花椰菜，我还没长出来，等一下就会长出来，我现在这里已经两颗，我刚去施完肥料，等一下就长出来，然后我这里还有长芦笋。哎，可以哦！你可以去选那个脚白笋天后，可以，就是那个脚白笋啊，美腿啊，脚白笋，脚白笋天后。看他本人跟看完这今天的四祥品，你觉得真的很相似个性，因为他很会演，他连细小的那个脸部表情都是一模一样。然后最不一样就是他身材，对，他真的是有一点发福了。我觉得他如果不要发福，会超级就会想象。太棒了，那待会他等一下要开球，我也可以看一下。对，好，有人想要上厕所？有，若彤，若彤啊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要上厕所。她是胡萝卜小姐，胡萝卜姐姐，她姓胡，她今天姓胡。你姓胡？你姓胡吗？你姓胡吗？你姓胡吗？你姓不姓胡？姓胡。NC 小姐，竟然有 NC 耶！噔噔噔噔噔 ，NC 哈斗，今天可以叫 NC， 哈哈哈。可是我们今天一直在大乐，有没有讨厌我？讨厌你。花椰菜跟 NC， 很多人也不喜欢啦。对啊，我们今天是搭错气的女生。但我喜欢吃 tomato， 还有青江菜。哦，好可爱哦。天哪，太心机，怎么每次都是你？怎么每次都是你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好漂亮哦！就那我一天吧。各位，我们是活力蔬果，要很活力哦。我们是活力蔬果。这个我们太
啦，好夸张哦！谢谢大家对女孩们的爱，谢谢。希望里面有我的啊，这里有高丽菜，这里有高丽菜，哎，这个是高丽菜，好健康哦。各位健康姐姐，你是金金芦笋汁，你要摆那个辣妹的图，快点，对。哦哦，他是这样。好菜哦，最菜的人。我是 MC 啦，是芹菜啦。我们没关系啦，我们比较喜欢吃 MC。小凡骗雨熙说他要穿这个，他要穿那个番茄。原本骗我要穿这个，哎，笑死人！然后想说，哎，这样还要化妆吗？兰兰也来了，来静雯，你给我这边。哦，我还以为你已经把戒指准备好了，就是卫生纸。好香哦！球赛要开始了，现在放的是日语版的《超越梦想》哦，超有感觉的，一听就觉得有口手吧，开始了！耶，球赛开始！原来蔬果球赛一员，超可爱，还拿着蔬果道具。看到这里，可能很多球迷朋友们或者是观众朋友们会想说，为什么他们今天的打扮这么特别？因为今天的主题，它除了是有 poster 之外呢，也是可古美的赞助商，所以今天女孩全部都化身了蔬果姐姐。超级有 cosplay 的感觉，桃园最强，超好看的日式应援折扇，超有 feel 的，
这个是一进场就会获得自送不卖的赠品，大家一定要赶快进场，这两天都有哦。另一只是这个，有两种款式我都觉得很好看，非常有日式应援的感觉。加小号让大家回忆一下，哇，好有特别的感觉哦！三局结束，五局中场，又来见大谷了。我要穿这样见大谷的器官。你现在是一个菜花，不是一个花野菜。不会，你是可爱的花野菜啊！我刚刚一下来都是。他刚刚做了一件非常可爱的事，就是大家那边想一些奇奇怪 idea， 就是里面贴胶带，让它不会湿掉。很明显一下会凉快，所以我现在里面其实有贴胶带。而且它动的时候会有声音哦，有听到吗？那个卡兹卡兹的声音有听到吗？好好吃，就是因为湿了，我们当举手很尴尬，对，我就想说哇，我有贴胶带，我要大举特举的女团长这样。结果我一回去一直看哇，整面凉了，它变太后面了，贴错地方。后面结果撕的是前面，他前面全撕。跟你讲，我这次好像还是贴错了，完蛋了。等一下，一下先开开啦。我现在一直叉腰，我一直叉腰上去。好，像老人一样。希望我不要见到大虎，一下全撕。他现在背全撕，然后他现在一直叉腰。人员一下在流汗，你准备要去见大虎了？太紧张，所以一下在冒汗。现在必须把一下通风一下。走了啦。你知道我刚刚在前面看你们两个很像在干嘛吗？在让我们干嘛？在结婚登记。哎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就是两个人在那边好像在盖印章，又在盖手印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洋溢着幸福的泡泡。对，然后又在比爱心，对不对？一直比爱心，超白痴，超像，我就觉得什么鬼？是我们大谷的结婚。哇，但不是真正的大谷哦，所以没关系，只要看脸就好。是要带婚纱去吗？嗯，下次再带起来。下次来哦，现在是七下开打，比数是乐天七分，富邦三分，我们领先四分哦。
半场开始呢，女孩也换上了 Yokoso 球衣哦。今年的 Yokoso 球衣是粉红色的，也有这种绿色的。Abby 自从来到了懒懒这边，来到这边就知道为什么要甩头。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支持我们，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